我在那个啦。嗯。来来来，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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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弄出来。两只很近，两只大冠鸠。对。这只又是谁？我现在抓后来那一只啊。我没有看到一开始那一只，哦，两只有点近了。有，哎，他在这边跳舞哦。啊、哦，右边那一只在跳舞。好，我追跳舞这只。右边那只下呀。哎，左边在跳舞了。左边的反而左边跳舞、哦。对对对，左边在跳舞了。在左边的太远了，在哪里？左边在他哪里？在天线那里。继续跳了。我剩的这，我现在还在这只是跳舞的吗？不是马的。哦，天线另外一只，好 ，OK。回来了。回来跳，好。我放小看一下，没有，现在还没有在画面内。大冠就跳舞了。嗯。对，这只是大冠鸠，在跳舞吗？对，在跳舞，它现在还在跳，它在那个，往下冲，往下冲，又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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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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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在跳，还在跳。嗯，有看到？还在跳。那这好远哦。嗯，因为我刚才看一只大冠鸠从头下去，没多久。有准就冲出来，进帕帕斯，然后现在看到这个帕帕斯呢？对，我去帕帕斯啊。好，还在跳呢。啊？他附近有人吗？谁？这只大冠鸠附近有人吗？我也看一下。他往帕帕斯这边走了。哦，冲！你看到吗？他在山里，在山里。接近那个，对呀，脖子还在闪，要出来了，在脖子那里吗？在那个之前胶片那里，要冲了，要冲了，下下，要停了，它脚伸出来了，哦，在那里，在那个树上，停，我看到一只嘛，对，一只，这位置不错。是在什么位置啊？我呀，我看，哎，它后面是孩子吗？应该不是，可能是我把它放死。脖子，它在那个头的鼻子下面有一块石头，石头的右边一点，对不对？石头的右下角有个枯枝，枯枝在右下角的小枯枝。嗯。好。对不对？在那个崩落的边坡的正下方枯枝，崩落的边坡哦，这个这里，等那就弧形下来，对不对？嗯。